一届风台过境带来真侪雨水，若是无及时来清除积水、消毒环境，恐惊会带来传染病。因为安尼，海保公所特别动员村里长来打扫环境，配合清洁队来喷消毒水，希望会当把环境尽速恢复清气。一天要做消毒环保，所以清除第一步，清洁第二步，第三步就是消毒。消毒哈，这三项拢爱做，因为哈，迄蚊虫吼上侪就是地上，迄雨水吼有水的所在，后面跟着来，气候一变化，热起来以后，蚊虫侪哈，蚊子会带来登革热、脑炎，包括肠病毒等哈，所有的传染病一起上来哈，就是这就是哈，咱的砖头人会当团结起来。共同的区域，大家一起来做哈，所以消毒非常重要哈。那今天嘛，出动环保局跟公社所有的清洁车哈、清洁人员跟志工全部一起出动，一下子的时间，大家一起来就会把它弄得很干净哈。公社讲，积水也唔肯清毒，日头一出来，第三蚊虫，就可能有天狗热，也是传染病，所以即个动员市民。社会来变扫环境，保持厝内外清气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